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的感恩，再一次的在佛心花海的节目中与您见面。那这些年来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生命电视台海涛法师的道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深深的感受到师父的悲愿跟行菩萨道的一个精神。那师父呢，在2007年的8月出了一个演讲集，在演讲集里面很明白的标示出他的生命里面至爱慈悲楼。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作品呢，为了感恩师父，那我们也以至爱慈悲楼这样的一个理念来插作。那这些年来呢，我们很期待把师父的理念幻化成很多的艺术品、创作品。所以我们也曾经在道场里面用至爱慈悲楼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来跟茶禅结合，跟茶席，跟结合花艺之间彼此做一个结合。所以这一档的节目中呢，我也借由期待呢我们的生命道场呢，今后呢不只是在佛法方面，也能够将艺术跟文化跟很多美学现代生活空间都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您会发觉我们这一次的节目中呢，会有很多生活美学的部分结合。那我们知道呢，现代的生活空间呢美学很多人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先一边插花中呢，再一边慢慢的来聊。那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最好能够花器再配合很美的基垫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花器就更显得它的高贵然后更能够表现这个花器本身的特色。那今天的这个花器呢，是我们所谓的天球瓶。那天球瓶呢，自古以来呢，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花器。那这个天球瓶上面呢，它画了一些很可爱的小朋友在花园中玩耍那在这个花器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似乎是天下太平的时候，那民安富足的时候呢，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情趣。所以看到这个花瓶呢，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中国自从汉朝以后呢，大部分都是以农立国。那汉朝的政策就是希望人民能够落实安乐、很和乐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画作呢，画在这样的一个天球瓶上呢，让人家会感觉上看的呢，就充满了一种很安定的感觉。那在这安定中看到上面活活泼泼、快快乐乐的孩子在上面游戏那在花园中游戏呢，也会感受到呢一种民安富足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所要使用的花材。那今天的花材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花材呢，我们称它为高山毛杜鹃，那也有人称它为金毛杜鹃。这个杜鹃呢，在它的叶子上有一层金色的毛，非常的特别。那也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植物，那很多的人都很喜欢。那我们在欣赏一个花材的美，不只是欣赏它的叶子我想东方人跟西方人有很大不同的一个创作元素，就是呢，我们东方人呢会欣赏整株树木不管它的枝干，细细的枝或者粗粗的枝，或者它叶子上面的毛绒毛每一个部分，或者甚至它的叶心的部分，都我们都会很用心的去欣赏。这也是我们东方人文很特别的地方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金毛杜鹃上面它充满了生机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只的金毛杜鹃呢，它很粗
啊。那像这么粗的枝梗呢，其实它取得呢，非常的也是不容易的啊。那现在因为呢，金马杜鹃，最近的金马杜鹃，它的枝梗呢都是好粗好漂亮哈，枝梗那么的漂亮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一支金马杜鹃，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直直的把它插下去。如果说我们要以直立的花型来插，那我们就这样子直直的把它插下去。那如果说我们希望有一点弯曲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用斜的角度来插。不过今天这一个作品呢，我们是可以用比较直的一个角度来插。好，那我觉得呢，这个杜鹃呢，它太直了啊，那也太长了哈。以比例来讲，那我稍微把它剪短一点点哈。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像这么粗的枝梗呢，我们要剪的时候呢，我们学花的好多的同学刚刚来学花的时候，一看到木本的花材都会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插，那会告诉我老师我剪不断呢。那其实呢，剪花材真的是要有一点点技巧，就是说你不要用很大的力量硬是要把它一次剪掉，你就是要以柔克刚哈。所以您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啊，这样子把它剪哈，那一次没有断以后再剪第二次啊，这样子，然后分个两三次，很有耐性的哈。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师父的挚爱慈悲柔哈，其实一个很温柔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两次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现在剪出来这样子是一个阿字的感觉，哈，阿字的感觉哈。然后就是说不要平剪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斜剪，可是斜剪有时候呢，您会一下子没有办法剪掉哈，所以我们把它剪成像这样的一个阿字，那这样子对于它的吸水性也比较有利啊。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因为如果在炎炎夏日哈，或甚至是在任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希望呢它的吸水性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呢，您那个花材植物的寿命就会比较长哈。我想每一个爱花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如果看到花很快凋谢会很舍不得，所以您要让它再这样子剪开来，就是把这个地方剪碎了哈。那从这个中间我们也感受到人的生命就是要放松啊，然后要放开来啊，那才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跟阳跟水分哈。那如果说您都是整只不放开的、不放松的、紧闭的，就水就吸不上来了哈。好，那我们尝试的用有一点点倾斜的角度来插座。好，那这个金马杜鹃呢它的枝梗跟形态都很美啊，然后枝干呢它是粗粗的，然后又很有线条的一个优美，那叶子细细柔柔的啊，那感觉上刚柔并济的感觉。好，那我们在欣赏完这个金马杜鹃以后呢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下段啊。好，那下段今天呢我选用了一些这样子小小的这个玫瑰花啊，这个小玫瑰哈。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样的小小的玫瑰哈。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在花市常常都会买到很大朵的玫瑰花啊。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小小朵的哈。好，那我们稍微选一下下。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花呢，它有的是单瓣的，有的是复瓣的哈。那我们说花好在颜色，颜色可仿效，那花妙在精神，精神能莫照啊。所以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最重要要选那个花的精神哈。那但是我们也常常讲说呢，我们说呢，久藏新手后，花赏半开时，也就是说呢，花要含苞绽放的时候最美。所以各位看到像这样的花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另外选掉啊。那如果说真正一个最美的一个供花，或者我们在表现一个花的时候，最好是像这样子啊，就是含苞待放的花是最好的哈。好，那像这个比较开的花，我就先把它选下来哈。那我们在夏天插花的时候，就是还有呢，叶子也不要留太多哈。那叶子如果留太多的话呢，它就会也要分很多的水分，那就会让你的主要的这个花很容易凋萎。那这一些呢，叶子也很容易凋萎啊。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借花关心，借花关性，
有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们知道适当的舍，那适当的放下啊，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圆满的境界。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说，如果是去小枝小叶的话，最好用手或者小剪刀，不要用太大的剪刀哈。好，那我今天呢就选了这样几朵的花。好，那我再看一下这一朵花哈。好，这一朵花也蛮美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尝试看看，怎么样把这几朵花搭配在这件作品上面哈。好，那我先用了这一朵，这一朵带着淡淡的粉红色的这一朵花哈。那很多人呢第一次看到玫瑰或者像这种小小的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其实呢，这个小玫瑰呢，在中国古代我们又称它为荼蘼哈，荼蘼哈。好，这支有一点点比较不好固定哈。好，那我先试一下别支。好，那同样的，任何一个花枝我们要插进去之前呢，最好还是能够稍微的剪一下下。好，那我今天呢是以很简单的一个竹笋插的方式，也就是呢，以金毛杜鹃为主花，为主要的始枝啊，然后呢玫瑰为主花哈。好，然后把它插一下啊，所以呢整个结构呢在感觉上是很简约的啊，只有始跟主这样子。好，那这个玫瑰呢，我让它微微的往前哈。本来我很期待是在夏天的时候插花尽量不要折枝，因为折枝呢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花的吸水啊，因为呢如果能够它自然的不折枝啊，它是最好的。好，那可是呢如果它的角度真的不是很 OK 的时候呢，那我也要稍微的折一下枝。好，那我现在稍微把它调一下以后呢，觉得还算可以哈，那我就可以不用折枝。好，那我侧面的地方再加一支啊。那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花器呢，它是一个我们称它为天球瓶。天球瓶呢就是呢它的下段是圆圆的，很浑厚的感觉，但是它的口是小小的，所以像这样的花器呢也没有办法插很多的花啊。那像当我们没有办法插很多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花枝呢选得很好啊，让它很简约啊，一种美感。小玫瑰呢，我再把它剪小一点点。好，那这个慢性蔷薇呢，慢性的蔷薇呢，在古代呢，我们也称它为荼蘼。好，那我们刚刚有剪下来一点点小小的叶子啊，我们做一下下段的基盘的收口的地方啊。好，那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呢啊，我把它的这个下段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收口啊，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说呢，因为天球瓶它本身就是口小小的啊，所以我们插花的时候呢就不宜插太多。好，那这个小蔷薇呢，它真的颜色很美，柔柔的啊，然后感受到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娇艳的感觉，很轻柔的感觉。好啊，好，那这一支呢，因为它的角度还是不是最好，所以我还是稍微轻轻的折一下铁丝哈。好，那我用一支铁丝稍微把它折一下下。好，那各位可以看，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我用了一支铁丝，然后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啊，然后让它有一点点角度，可以往前跳。好，这样就很快的就能够稳住它的瓶口了啊。所以呢，因为呢，我们说今天的这个花呢，我们是要用一个很简约的一个手法来插做的哈，所以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今天是以金毛杜鹃做上段，然后呢玫瑰花做下端啊，来插做的一个作品啊。但是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说呢，这一档的节目我们希望能够配合生活的一种美学来做创作啊，那我们来试试看这样的花在家里啊，或者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啊，或者是在一个艺术的空间，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
摆饰的空间应该要怎么样让它感觉上除了花的美气的美之外呢，更具有它一种空间的美感，生活空间的一种美感。那我们来试试看。好，那我们在插完一件美美的插花作品之后呢，那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把生活的空间做一个布置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一张这样子看起来很凉爽的那淡淡的那蓝色的这样子的一张纸啊。那我把它稍微的展开来啊，也就是呢，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最美的设计师啊，那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哈。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有很好自己很好的潜能啊，那我们也学习呢，像孔子讲的至于道那义于人那聚于德，有于义那可以悠游在艺术中间那其实我们能够悠游在艺术中间，自己就是一个创造者，就是一个艺术家，就会觉得很愉快。那比如说我今天配合这样的一个蓝色的青花那我就配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淡紫淡淡的蓝色的很浅的蓝色的字。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要怎么样让家里很舒服，或者我们一个生活空间很舒服，甚至是我们在道场里面我们都让它很舒服哈。比如说我们的书斋呀，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道场都有书院那怎么样让那个空间很美那我们都可以尝试的去做。那我又加上一张这样的紫色的纸啊，其实您可以直接用这张水蓝色的纸就可以了那我又加上一个这样紫色的纸好，那我们把它呢两张合在一起做设计那多了这个紫色的纸呢，颜色上就有一点点比较特殊显出来的感觉哈。好，那我在插完一个这样的作品以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作品呢放在这个上面哈。那它中间就有很多色彩的应用跟变化哈。那我可以也加上我的茶具，比如说呢，我刚好有一个这样子也是青花的一个壶哈，那我就可以加一个这样的壶。那其实呢，这个最主要是要跟各位爱花的菩萨分享，我们在居家生活中呢，或平常呢，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今天来了一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喝茶，那我们给他插一个花，那怎么样跟你喝茶的空间结合在一起？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在家里喝茶，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用自己家里很真诚的很舒适的感觉去做这个享受哈。那比如说我有一个我有这样的杯那我们说一人喝茶得其神，那二人喝茶得其趣，三人喝茶得其味哈。那比如说呢，我可以用这样的两个杯那如果说客人还没来之前我们可以用还是先盖在上面的这样的杯，那来了以后我们泡好茶再把它翻杯起来看这样子。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呢，是会让人家充满非常喜悦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师父的挚爱慈悲柔那我们也曾经尝试着用师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比如说智就是学习佛陀的智慧，就是一种大光明的智慧那我们在用颜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金黄色的那爱呢，代表一种纯洁圣洁的待人的感觉，那我们就可以用蓝色来代表那慈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慈悯众生那要给众生欢喜，给众生快乐那怎么样处事事事用很慈悲的心来面对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你自己都可以有很好的创意那比如说你杯呢你希望能够拔众生的苦，那给人家快乐那用一种很慈悯的心对待万事万物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春天的色彩来代表一种慈悲的色彩那柔我们就可以用粉紫色的色彩来表现一种平和和敬互敬，大家互相尊敬，那很和气的很和爱的生活在一起，那这样子也可以把这个色彩呢跟我们的人生结合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那每个人呢所求的东西呢都好像比较多，那其实我们可以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间让它很简单就可以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很棒的创作者设计师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以佛法艺术化艺术
佛法化，让艺术跟佛法结合呢，这样的人生我想会是更圆满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常常在创作的时候会有多余的花材啊，比如说呢，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另外一支这样的一个，也是小杜鹃啊。那我们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说，一室一花，也就是一个空间呢，不要用太多种很不同的花材，那最好能够用同样的花材哈。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了一只那样的一个天球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这样小小的一个小天球瓶。好，那刚刚的那个作品我们可以放在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小作品呢就可以放在比较小的一个空间，像书房啊或者是喝茶的品茗的空间呐哈。好，那我用了一支这样的小杜鹃呢，那我就把它一样插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天球瓶上。这两只天球呢，其实我是两次把它买的，可是它们两只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各位可以看到，那刚刚那一只枝梗比较粗，它一放下去就 OK， 可是这一只呢它就会摇来摇去的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用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枝梗哈，好，然后我把它剪一小枝啊，剪这样一些，然后呢我在这个上面呢稍微的把它这样子绑过来啊，然后绑成这样子两边的一个十字的感觉哈，这样十字的感觉。好，然后呢我就把它这样放一下哈，然后我就这样子给它放一下啊，然后把它放进去。好，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就可以发觉呢，这一支的杜鹃呢，它就不会再像刚刚这样摇来摇去了哈，它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好，那它这个方向就一个很美的这样子回过去的感觉了哈。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放上我喜欢的这个花哈。好，那我们尝试一下，在这边呢，我还是一样用小玫瑰啊，这样小小的这个黄玫瑰哈。好，那黄色的玫瑰呢，它很清新脱俗，让人家看得很喜悦哈。啊，那像这样小小的一个作品呢，啊，其实呢，我只要加一朵小小的玫瑰就好了啊，因为呢，我们在会根据的季节的感觉来插花。如果这个季节呢，天气比较热呢，我们花就不要插得太多啊，让它感觉很清清淡淡的，舒舒爽爽的。好，我再下段加一个杜鹃的叶子，哇，没想到这个杜鹃的叶子跟玫瑰配起来的感觉是这么的好啊。那同样的啊，我们说过今天我们这次要做比较多的一些空间的感觉的设计哈。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呢，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我们也是一样哈。比如说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张这样的紫色的纸加粉色的纸啊，那这个纸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比如说啊，我这样子把它放开来哈，然后这边把它卷开来哈。好，
我下次准备一个那个画阵笔阵啊，就可以把它摊开来啊，像然后我也是一样可以加一个这样的杯啊，然后呢加上我的一个这个一个茶盏啊，一个茶盏啊，然后整个做一个很美的一个设计哈。那如果刚好它这个角度可以卷得很好，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哈。那让它是变成一个蛮美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结合的感觉啊。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把自己的创意啊，那把自己有的这些。也许要喝茶的时候才会品茗的东西呢那适当的跟花艺做一个结合。那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也很注重静教，也就是环境的教育。我想在这样很优雅的空间里面呢，我们想到要品茶，那让心安定下来啊，那宁静的心呢我们说呢一切的求知从静开始啊，那能够有一颗很宁静的心，我想一切的决策，一切的生活啊，都会是很美好的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记得有一首现代诗，他说呢，饮一杯般若茶，生一片慈悲心，垂下布施的手，愿做一位菩萨，绝有情。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一首诗中呢，我们就有诗人的这个意境，他说呢，饮一杯般若茶，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学习用一个很般若智慧的心去面对万事万物，然后生一片慈悲心，不管面对任何事情呢，都能够以很慈悲的心来面对。然后他告诉我们，垂下布施的手啊，随时懂得去奉献、供养自己、奉献自己的生命。他说：“愿做一位菩萨，绝有情。”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跟审视的一个诗。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花艺作品就以绝有情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做花艺的创作。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花器那这是一个龙泉开片的
天球瓶。那天球呢一直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因为它圆圆润润的，那感觉上很端庄。那在宽厚中有细腻，那细腻中又有宽厚。那这个龙泉开片呢，它是有点长口，就是它的瓶口到外面有点把它开开来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龙泉开片。我们今天尝试着用现在正是八月的时候，也就是紫薇花正在盛开的时候。那紫薇呢也是中国的名花，自古以来很多人很喜欢紫薇花。那各位看到今天手上的这个，我手上的这一支紫薇花呢，它是花园中取来的啊。那紫薇花其实它长得很快啊，那我先把它插上去啊。今天这个比例我插的有一点点高啊，最主要让它这么高的一个紫薇花的高度呢啊，能够感受到呢啊整个季节的一个特色跟感受，那也去感受到有一些大树开花的美啊，因为呢我们常常很低低的低下头去看我们身边的一些花材。但是呢我觉得最令人家感动的呢就是大树开花啊，所以像现在正是炎炎的夏日啊，那现在小花紫薇、大花紫薇还有很多的大树都在开花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大树在开花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抬起头来看一看它。那各位可以看到紫薇花呢啊，它的花瓣感觉上粉粉的，那紫薇的颜色有很多种，这个是算是淡粉色的，那还有白色的，还有比较深的红色，甚至到紫色的。那各位爱花的菩萨也看到这个紫薇花呢，它现在有一点开始花谢了之后就开始结果了啊，那现在因为刚开始啊，那过一阵子那个果实呢就会更加的成熟了啊，所以每个季节呢都有它很美的这种意境跟感觉啊。好，那我们今天以紫薇花呢插一支有一点点微微平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试试看哈。好，那这个紫薇呢，我来看一调一下它最好的一个角度跟感觉。好，它会随着我的转盘有一点点会动哈。那我们也尝试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它不要动的话呢，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先剪一支像这样的，我们称为横格萨，好，像横格萨，然后把它微微的卡一下啊，然后我们用一条的橡皮筋啊，这样子把它稍微的这样绑一下。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一下，因为很多人呢他平常不太插花，可是没有特刻意学插花，可是呢他又需要又偶尔很喜欢偶尔插花，可是碰到有些花不能固定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麻烦起退心。那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啊，一个横格的，然后再一支这样子啊，那我们称这个为横格萨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再把它放进去啊，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呢它就可以啊把它固定起来了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当我现在在旋转这个紫薇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摇来摇去的摇摇晃晃的感觉哈，那感觉很好。那平常我们在插一个这样的花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会花用到这么多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花呢很单一啊，就是只有用紫薇插而已。而且呢这个紫薇呢它因为现在正是它的季节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生活的空间，我在应用很适合插花。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呢这个季节的合宜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什么样的花，那我们就尽开什么样的花，我们就尽量插什么样的花啊。就像我们讲说我们要吃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什么时候长什么样的菜我们就吃什么样的菜啊。好，那我们现在插的紫薇呢一支平出倾斜到平出的角度，其实这个还在倾斜的角度啊，那我再加一支做比较低的地方的一个角度啊。好，那我们把它试一下这个花的感觉。好，然后呢各位可以再欣赏一下下啊。好，那紫薇花呢它的花心花蕾都很明显啊，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花蕾的部分、花心的部分都很明显啊，然后感觉它很雄厚有力的感觉哈。虽然纤细中，那就可以感受它的生命力哈。那我只要在下面做一点点小小的基盘哈，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个叶子呢，啊，我们称它为海葡萄。啊，海葡萄叶啊，那这个叶子呢非常的有趣哈，它叶片很厚。那我们有时候去玩泥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要去做陶啊，那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就用一坨的泥巴，然后把它压扁以后，然后用海葡萄这样子把它印下去，那就有一个很美的海葡萄的烙印在那个泥巴上面哈，然后你就可以做挖一个小洞，或者不挖也可以，就做一个盘，那它就会有一个海葡萄的印子可以用哈。那海葡萄叶也是我们插花的人很喜欢，因为它很耐，而且呢，很好用哈。那我用它来做我们的基盘哈。今天呢，其实我有一点点本来想要用海葡萄来做高的地方的表现，那把紫薇插低，可是因为想到呢，因为紫薇的花呢，只有在八月的时候，那它才会有，所以呢，我们就改成以紫薇做上段啊，那海葡萄做下段的感觉。好，那我在后段的地方呢，我再剪一点点的海葡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哈，我手上的这是一只很大只的这个海葡萄的叶子哈。好，那我们用它来再做一点点后段的部分啊，我把它稍微剪下来哈，比如说。那我再用一片，我们尝试一下，看一下做它后景的感觉哈。好，再试试看啊。好，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花器，我们称它为龙泉开片哈。那我们知道呢，这是龙泉窑啊。那这个开片呢，最主要是因为呢，其实它这个创作这个艺术品的成就，当时是也是来自一个偶然哈。所谓的开片，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哈，它这个好像有裂纹的感觉。啊，这样裂纹的感觉，这个我们就称它为开片啊，龙泉开片。好，我先把这个它后段的部分给固定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以紫薇花做比较高的部分，上段的部分啊，一直到下段的主花，等于这个是我们的始枝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花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基盘的部分。好，我再把它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整个感觉哈。好，其实我很想修枝修掉这一枝，不过看它呢，上面又有很多的果实哈，那也因为我们插花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整个那个生态。啊，不只是在技巧的表现啊，我都常常感觉学画越久，那对于技术方面的重视就会好像比较淡一点点哈。那其实觉得更注重的是花的生态跟自然的表现啊，所以我想现在是紫薇很美的时候哈，那我就把紫薇充分的表现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紫薇花呢啊，然后搭配这个龙泉开片啊，来做这个花艺的创作哈。好，那我们在插完一件这样的作品之后呢，我们也来试一下怎么样把它做一个布置。好，那我们今天呢是以一个这样的一个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纸啊，那我们慢慢的来试试看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边也看到呢，其实这张纸是真的是很美的啊，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的粉色中呢带着金色的感觉。好，那我们把它呢啊稍微把它铺一下下啊，好啊，试一下下感觉哈。就是呢我们期待呢学习呢怎么样去把整个花呢不只是花插得很美而已，而且能够把它整个感觉都能够布置得很好。好，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当我铺上一个这样粉红色的这个布以后，然后它亮亮有一点点微微亮晶晶的色彩，那感觉上呢就觉得很浪漫，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我同时呢用一下这个海葡萄的叶子，就是我们刚刚剪下来也许有一些多余的这个叶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铺在我们的桌上。比如说呢我选两片啊这样子重叠的，那我可以加上我的一个这样的壶啊，然后呢我再加上两个这样子的一个
两个这个海葡萄的叶子，然后我可以加上我的两个茶盏啊，两个茶杯。啊，那每次看到大树开花，我都觉得很感动，那也很喜悦，因为一个木本的充满阳气蓬勃的一个树在开花的时候，你会觉得能量很好啊，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跟各位爱花的朋友分享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那席慕容在这个诗中说呢，啊，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候。为此，我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他说：“佛于是把我化成了一棵树，生长在你必经的地方，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过，请你静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他说：“那洒落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啊，那所以这首诗呢，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相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生能够有缘在一起啊，就像师父说的“自爱慈悲楼”啊，让我们可以非常和乐的啊，那非常珍惜对方的。能够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成就，啊，所以今天借由这个紫薇花开，也在这个很浪漫的季节跟感觉里面，跟气氛里面，啊，那也期待啊，我们一起都能够觉有情啊，做一位菩萨，化火焰为红莲，也就是不管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或彼此有任何的不愉快。或者是任何的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产生般若智慧，啊，让生命呢更有觉照的力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插作一个同样是龙泉开片的这一对花器。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这对花器呢，它非常的可爱啊。那这个我们称它为胆瓶啊，就是我们人的肝胆相照的胆啊，胆瓶。那这个一样是我们称它为天球瓶。那我们刚刚介绍过龙泉开片呢，它这个花器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偶然啊，跟一个当时
一个不是最圆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说呢？因为当时龙泉窑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不小心烧到了这个花器呢，它本身有一点裂开的感觉，而且像这样有点小裂缝。那过去认为说完全没有裂缝才是上品，后来有些人发觉说，哎，加了这个裂缝以后有另外一种很特殊的气质跟感觉。后来呢，就很多人学的开始去试烧出这种龙泉开片啊，所以啊，它变成一个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一种窑烧。所以有时候呢，我想生命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完美，其实也是很好的啊，因为会有新的一个灵感啊，跟新的一个创作出来啊。那我们今天用这个花器，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怎么样来插花哈。其实呢，这个花器它怎么插都好看啊。那为什么常常要做一些小作呢？也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插大作之后，会有一些剩余的花材。那我们如果觉得那个花材多了，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真的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就要插一些小小的作品啊。那比如说呢，各位看到我手上现在有一些这样子的印度樱桃的这个枝梗啊，其实它长好漂亮的这个小印度樱桃啊，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昨天拿到的时候啊，它是这样子长在上面的，可是它好容易掉下来哈。那我们昨天也掉了几颗，把它吃了一下下啊，不是很好吃，涩涩的，不过看起来好漂亮哦，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可是蛮涩的哈。好，那我们试试看呢啊。不过各位爱花菩萨也可以看一下呢，其实生态的爱护，还有花草植物的认识，也是爱花人、喜花人啊，那喜欢插花人的一个尝试。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印度樱桃的这个上面有小小的花蕾，粉红色小小的花蕾啊，然后它会开粉粉的白白的小花啊，然后呢就会先结成绿色的樱桃，再变成红色的樱桃。好，那这支呢，我先把它稍微试试看它的角度哈。我们尽量插的时候能够顺它自然的生态是最好的。好，比如说啊这样子，好，它有一点点，我稍微把它折一下下。好，那有时候呢啊，我们可以尝试用扭，像刚刚可以看到我那个动作，我们就是把花枝扭一下下哈。因为呢有的花枝它的阳面不是很好，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扭一下下哈。好，那我用了这一支啊，放在这个胆瓶上面啊，然后我再试一支啊，试一支呢，这一支呢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小天球瓶上面啊，但是这支天球瓶呢它比较小啊，一个就是稍微剪一下它。好，那我们再试一下看看这一支啊，那这支也很美哈。好，我们试试看这支的感觉。好，那这支呢我们把它稍微折一下下。好，它的枝其实蛮有韧度的。那我们要折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它剪了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刀口啊，然后我稍微把它扭一下下啊，然后它就会这样子顺着下来了。好，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植物上面呢都充满了很正面的一个阳气跟能量，那很多的精油都是从花草植物中取得的啊，它都能够让我们消除疲劳啊，所以呢，其实在插花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很棒的，在享受这个植物跟你之间的一个touch啊。像我们最近啊，好多好多的活动，忙得不得了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接触大自然的这个花草植物，然后去认识这些植物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忙了哈，然后越来越压力越大了啊。那我们说呢，我们看休息的休，就是人靠在木头上啊，就人在一个木哈，就是人靠近树木，靠近大自然，就是休息。所以我们现在会发觉呢，在很多的假日的时候呢，那很多人都会很想走进大自然啊，来接触大自然啊，那就是因为需要relax 精神哈，那需要跟大自然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呢把两个枝各往两边展开啊。那其实如果说您希望它有点结合，变成这样子再放它也很好看哈。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开来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枝呢让它往前拉啊。好，但是往前拉的时候，我就要再让它往下一点点哈。好，那我们让它有一枝是往
往往这边往西边哈，然后我让这只呢不要太开好了，让它往南的感觉哈，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应用跟变化，两只合在一起合为一哈。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小花我们用什么呢？啊，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欧洲矮牵牛哈，欧洲矮牵牛，然后它是这样小小的一朵花。啊，然后我把它稍微剪一下下哈，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放一下下这个欧洲矮牵牛试一下下哈。那这个欧洲矮牵牛它是其实是盆栽的啊，切花是买不到的。那它整盆很美啊，那你如果说买一盆呢，你就可以剪下来插花，插很久哈。好，我在这个上面放一点点欧洲的矮牵牛。好，它的枝梗有一点点软哈，我为了挑出它的姿态的感觉呢，我加一支细细的铁丝，其实是用26号或24号的铁丝哈，然后呢，我们要慢慢的把它往上绕，啊，所以插花呢，我们说呢，佛的心是细中之细，那菩萨的心呢，是细中带出啊，那。我们一般凡夫众生的心呢，是粗中，是比较粗的啊。那其实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也是要学习啊，像佛菩萨一样啊，带有很细腻的一个感觉啊。因为如果你在上铁丝的时候，你用的力太大了啊，或者用的力太小了啊，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花枝调得很好啊。然后如果你上铁丝的时候太用力了，你也会把那个花给弄断了哈。好，所以我加一支这样的一个欧洲矮牵牛哈。好，然后在这边呢再加一支的欧洲矮牵牛，好，两支啊。其实刚刚那一支因为姿态的关系，所以我们上铁丝哈，然后各位现在可以看到，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绝对的工整啊，可是你会发觉呢，感觉上有点异态天然的感觉哈。好，那我也借由这样子的插座呢，来再做一点点的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的一个结合运用。好，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加了一张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粉橘色的这样的一个纸啊，在桌面上，那可以增加整个作品的那种表现很突出的感觉哈。那这样简单的一个小花器，一对小花器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管您家里有像这样的一个小茶则哈，整个一对的，或者这样的一个小茶杯啊，一个杯盏啊，那我们可以呢把刚刚插剩的这些的那个小牵牛呢，放一朵在这个上面哈，好像当下就可以去享受的感觉啊。那我们讲说生活简单就是一种美，那心灵简单也就是一种享受啊。那期待呢很简单的一个心灵感受呢随时都可以让你觉得非常的平静跟喜悦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说呢，花朵凝聚了天地间的一股灵秀之气，很少没有人会被花的美所深深的感动。那2000多年前的人呢，就非常的喜欢花啊，那就将这大自然中美的化身花朵啊，插在瓶或者盘上面，那将它放在书斋啊，那供在佛前，就开始呢与生活之间呢做一些的结合了。所以花朵呢，几千年来影响到中国人，影响到我们很多的人文的思想。那我想不只是中国，在西方也是一样。所以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人没有办法生长在没有花朵的地方啊。所以呢，有时候想想看，能够学习花艺啊，那很虔诚的常常以花供佛啊，将美丽的花朵虔诚的遍插在佛前，真是我今生最大的一个福报。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花器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个花器啊。那因为现在呢是比较夏天的时候，那我们在夏秋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我们用花器呢也是比较会喜欢用比较像瓷器啊。所以呢我们在春天呢会比较用铜器或者陶器，那夏秋呢我们就用藤器或者是瓷器。像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很精美的这样的一个青瓷哦，那它虽然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花器，可是它会感觉上呢很有那种很有力的感觉，而且很端庄、很正式、很稳重的感觉。所以呢，在古代呢，很多的人把这个瓶啊，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类似瓶尊的这样的一个花器，当作家里的世世代代的传家宝。那所以在家里呢，我们常常也会用瓶来插在家里最重要的厅堂啊。所以我们说呢，瓶象征平安，平平安安。那瓶也有镇邪的功能啊，也就是可以镇住家里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它可以有辟邪的功能啊。好，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瓶来插座。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有一只这样子啊，晶莹剔透的，那整个果实非常丰盛的这个我们称它为苦灵子啊，苦灵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它感觉今天再加上灯光打上去，就觉得真的是好美哈。那苦灵子呢，在春天的时候开紫色的小花哈。好，那我来试试看这个苦灵子它的感觉哈。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呢，这个瓶口很宽啊，因为它是一个长口的，也就是我们称为吃口，所以吃口的就是向外放的口。那向内收的口我们称为链口啊，那向外放的我们称为吃口哈。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个方式可以做煞，也就是用枝材跟枝材之间去做一个固定啊，来做这个煞来应用它啊。但是呢，比较快又方便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瓶口呢固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枝干啊。比如说呢，我来试试看哈。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称为海芙蓉啊，这是台湾海边的一种植物。那它的根部呢随着海水的冲刷哈，然后就会变成很独特的一种坚硬的木头的感觉。好，那我试试看把这个海芙蓉呢卡在这个瓶口上哈。那利用这个海芙蓉呢，能够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支很重的这个苦灵子呢，把它固定起来哈。好，那当然这个苦灵子呢，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些哈，让它少少的几颗这样子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保持的比较多一点点哈。那在夏天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人家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就是每个季节呢，虽然春天的花很美，但是到了秋天呢，这个果实呢，它春天开过花的这些花呢，就结成串串像珍珠般的这种果实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果实的这种丰腴的感觉
啊，那苦菱子我们在插东方的插花中华花艺里面，它是整棵的啊，就是整枝树干的这样子插下去。那在西洋的插花里面呢，它常常是只运用它的果实而已。好，我不要剪得太少哈，我们还是保留一点点的这个果实啊，让它不要太光了啊。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重了一点点哈，可是呢，我们可以保留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果实。好，那这个苦菱子我们让它侧向一边这样插哈，那这边就留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去运用它。好，那这个花材我们称它为苦菱子啊。好，那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小辣椒啊，就是红色的辣椒哈。那其实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夏末秋初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运用一些像这种果实类的花材哈。各位可以看到我用这个小辣椒哈来做它的下段的基盘啊，那色彩很缤纷哈，然后也很鲜艳啊。好，那我们把它稍微的运用它几枝哈，然后刚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枝梗的地方呢，它这个刚刚这个海芙蓉它刚好有一些缝隙哈，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缝隙呢来放花哈。比如说呢，好，我试试看哈。好，那把它在这个缝里面呢放一些这些小辣椒哈。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这样的一个构图哈，那这边呢就它的整个感觉就很饱满哈。好，那我延伸一下它的后段啊，让后段呢有一点点辣椒。那有时候这个辣椒呢，它会有一点点不够长哈。那我就呢可以接一点点的梗，因为呢这个小辣椒呢，一般来讲切花也很少啊。那我买了一个盆栽，然后呢把它剪了一些些下来用。好，然后比如说它不是很长。那我就可以运用这个铁丝加上一个枝梗，然后把它这样子绑起来。好，绑起来这样子啊，那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就比较长了，那我就可以放到这个樽里面哈。好，那我们试一下它的角度。好，那我们再加一个后段，让它呢整个有一点点后景的感觉啊，所以我再加一个枝梗。好，那我们还是一样用一只铁丝啊，这个铁丝绑的时候大概是24号的铁丝或是22号的铁丝啊，然后我把它顺着绕上来，顺便可以，好，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铁丝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把它这样子折下来，微微的折下来啊，那这样子它就可以比较长的伸到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啊。好，那这样子我就比较好固定了哈，所以我们要运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方法啊，去改善我们整个插花的这个条件。好，我在侧面的地方呢啊，我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辣椒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看到上段的部分是一个晶莹剔透的这个苦菱子的一个感觉，那下段呢就是这个小辣椒的这种感觉哈。好，那我在这个主花的部分呢，我加一下下啊，也是很鲜艳的色彩啊，就是海鱼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黄色的这个花，我们称它为海鱼哈。好，那我把这个海鱼呢做我的主花啊。好，然后我用海鱼再把它放在这个以辣椒为主的这个基盘里面。好，那所以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今天的整个作品呢都是属于高明度高彩度啊，就是明度很高，然后彩度也很高的啊。那我们所谓的色彩呢，最主要就是看它的明度跟彩度。比如说呢，白色就是高明度的，但是它是低彩度的啊，然后但是呢像黄色就是高明度高彩度，那红色也是高明度高彩度的哈。那高明度高彩度的话会让人家看起来感觉上有一种
很强的一个能量，然后呢很喜悦的感觉。那比较低彩度的呢，会让人家感觉上有一种比较安定稳定的感觉。好，那我把这个海鱼三只呢稍微把它放一下。好，那我今天呢用了三只海鱼，这只海鱼还是微稍微短了一点点哈。好，没有关系，我再加一点点的枝梗啊，让它长度长一点点，可以稍微到气口里面哈，就是花气的里面一点点啊，那它就不会因为太短啊，然后一直会往下垂下去的感觉啊。那海鱼它本身在台湾生长的这个黄色的海鱼都是短短的啊，所以我们插的时候也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好，我把它这样子放进去。好，让三朵花之间呢形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啊，然后把花的美也很尽情的让它表现出来。好，那我在做完这三只海鱼之后呢那上段呢是以苦灵子为主啊，然后下段呢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很高明度高彩度的花材为主。那我这边还有小只的这个苦灵子，我们试试看下段是不是需要再接一点点哈，让它感觉有一点点后景的感觉哈。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还才不会好像感觉这样在上段跟下段中间哈，空间好像开了一些些。好，那我们再。这个角度，因为刚好今天的这个花器哈，它的口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在中下段的地方呢，我再加一点点的下段的感觉，因为它的气口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好，让它有点后段哈，好，再加一只少少的，有时候量不要多，但是那种象征的感觉跟基本的形态让它有一点出来。好，在这个地方呢再加一只。好，所以我们让它有一点点后段的感觉。好好，那我们现在稍微来欣赏一下这一件作品啊，这是一个有点龙泉的这样的一个尊啊，然后加上一点点的小花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花型啊。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就是说当我们插完好一件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感觉上更美的感觉。好，那我们在插完今天的作品呢，我们同时一样就是让我们的作品每次插好之后都有一个很美美的空间可以布置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学花人觉得很喜悦，那很开心很享受的一个部分。所以明朝的袁宏道说呢，插花可以缓悲成才，破玄机孤寂之愁，寄累快禁欲之气。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插花呢都会让自己觉得呢感觉上在这个很美的这个氛围跟情境中呢，就觉得特别的喜悦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我的桌上呢铺了一片这样子的长长的这个桌巾啊布巾哈，然后呢我如果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的时候，我可以运用这样的感觉。那今天呢，我可以在我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一条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竹席因为是夏天哈，所以夏天我们看到竹席就会觉得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那在这个竹席上面呢，我再把这个花器再把它放上去其实呢我很喜欢跟很多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很好的空间布置跟设计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呢当时在《无量寿经卷》下就记载的燃灯玄会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这佛前的事供养就是燃灯玄会散花跟烧香呢到了中国的宋朝就形成了民间事义
那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呢，唐朝的僧人就把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呢，我们中国传统的艺术带到日本去。那到演练成后来呢，日本对这一方面艺术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变成日本非常重要的文化艺术资产。可是我们海峡两岸呢，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呢，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把它遗忘了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就很希望我们在台湾把中华花艺复兴了这么好的同时，我们也能够结合这一些艺术那同样的，如果说当我插好一样这样的一个花的时候呢，那我想喝一杯茶那我坐在这样的一个花座前面喝茶那就算我独坐静思那思考我自己的安静宁静下来，思考我自己人生的方向，或者我很疲惫了从外面回来，那我坐下来自己独自的喝一盏茶，那感觉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很享受的哈。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呢，我这边有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带一个莲蓬的，像小莲花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陶座那这样的作品呢，我们可以放在旁边。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陶座呢，平常我可以用它来插小作品，就是小小的一个茶花。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享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放一点点茶食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点樱桃或者吃点一般的小小的点心小小的酥饼都可以放在上面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很注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在当下让自己藉由生活空间的一种美然后自己内心觉得很喜悦、很平静、很宁静那这也是一种，我想自古以来我们不管是道家或者佛家，他们的修行法门之间呢，其实都有用以美来修心的。那希望呢，这样的作品你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那自己好好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闲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另外一件很简单的作品我们很多的那个都可以试着动手做做看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卷轴呢，在我们平常呢，在很多一般的卖家用品的地方呢，都可以买得到那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卷帘呢，各位爱花的菩萨，如果下回您刚好有到有出去买一点点居家用品的时候，那我们觉得除了很实用的东西之外呢，其实有一些布置的感觉布置空间、布置情境的感觉都是很棒的。像各位看到这个卷帘呢，
啊，它的价钱很便宜，可是呢，可以很做很多很美的应用啊，比如说，你平常呢，可以在有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放水果啊，那客人坐在这样的一个卷帘的前面吃水果，他就觉得好像有点比较受重视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其实也很要注意到一个礼。就是说对人的一个礼貌礼节，然后让人家觉得来了很受到很尊贵的一个招待，那都会觉得让对方觉得很喜悦。好，那比如说我现在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卷帘，那我们看看今天呢，那我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香炉，一个香炉。我们刚刚介绍到中国的民间事宜，焚香点茶挂画平供，好，那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刻意的去焚它，可是我们常常谈到敬教，就是那个环境的教育啊，当我们有一个这个样的香炉在这里的时候啊，那你的心也会好像闻到那个香的感觉啊，那即使你不点香啊，你就会觉得那个好像很不自觉的那个嗅觉上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宁静然后很芬芳的味道出来哈。好，那我加了一个这样的香炉哈。好，那如果说呢我希望感觉上呢又有一点绿意的话呢比如说呢我可以像这样的一个叶片哈，这样叶片哈，我剪一小段下来哈，那我可以把它呢垫在我的这个香炉的上面哈，那个感觉跟那个气氛就又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块这样的一个胎石啊，那当然因为我比较特别，因为我住在山里面，所以呢比较常常在花园里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胎石哈。好，那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用插花的方式啊，像这样的一个像小小的一个碟盘哈，一个供盘，那我在上面放一个胎石，然后放一点点水啊，如果您很喜欢养这个胎石呢，就是要一点点潮湿的地方啊，然后呢你找一些石头，然后在上面把那些青苔自己用一点点人工的部分先把它铺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形成啊。那当然其实大自然中呢它也常常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胎石哈。好，那我今天其实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只加一点点的小花在上面啊，比如说我们有剪下来多余的花或什么哈，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啊，用放的方式啊，不一定说一定每一次都是用插的啊，比如说你有多出来的花啊，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啊，比如来试试看它的角度啊，我们就用把它跨过去，跨在上面啊，这样。刚好用这个石头，那石头它本身呢很一种很深的一种带力的感觉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很鲜艳的这个玫瑰哈，就把它放在轻轻的放在它的上面啊，那两者之间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对比的一种很美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焚香啊，一个香炉，然后再加上一朵这样小小的一个玫瑰啊，那来做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啊，那我想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除了用美来修身修心以外，那更重要的呢我们也要多多的学习熏习佛法啊，那学佛啊，那多多的接触善法道场啊，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我昨天在家里读了一点点书，然后就看到一个故事啊，他说呢这个故事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呢有一个人他很想出家修行啊，出家做沙门，可是他一想到说哇，出家有这么多的戒啊，我们知道呢出家的比丘有250戒，那出家的那个比丘尼哦，更有300多戒啊，那我们在家菩萨受菩萨戒呢啊，也有6众48戒，也有6众48戒，啊，想到这么多的戒律，很多人一想到要学佛修行，就觉得哇，很可怕啊。那我记得昨天读到了这个故事，他是这样子，他很想出家，可是他想到这么多的戒他就觉得很紧张，但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就用很善巧方便的方式告诉他，他说其实出家修行只有三个
三个事情你做好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他说哪三件事呢？就是呢，心不说，不做，不起邪念啊。然后呢，口不说坏话，然后身不做坏事。他说就只这么简单，三个这样的一个戒律而已啊。所以只要你能够做到呢，其实你就可以出家了啊。结果这个人呢，他想哇，这么简单，好，我就出家修行了。然后他就跟着佛陀就出家修行了。后来也修炼成一个非常得道的一个高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去善巧方便的运用啊。那事实上很多事情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像我们今天插的话一样，那它感觉上是很简单的啊，那很自然而然的啊。所以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那我也想到说，当时我自己去受去刚开始去皈依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跟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分享的。那我自己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呢，如果自己要修行，那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另外的同修，他不肯跟你一起修行的话，那我想会很痛苦的。那我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当时去受皈依的时候呢，我的先生很开心的也跟我去皈依啊，但是等到我要去受五戒的时候呢，他就不太肯跟我去了。但是我那一天啊，我也是很善巧的跟他说，我说我要去受五戒，那你开车带我去啊。然后他就真的开车带我去了。他到了楼下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呢，那既然来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去受一下五戒啊？然后他不是很愿意的，可是呢，他还是上去了。他说他上去看看好了。啊，然后上去以后，刚好有我认识的师姐就说：“哎，我们有现成的那个海青，你要不要穿一穿？”哎，很简单啊，你就跟着去受五戒啊。啊，结果没有想到，他也就这样子跟着受五戒了。我记得当天受五戒出来，他还很不开心，好像被我骗去了受五戒。但是没有想到，他回到家以后，他就好开心，他自己受过五戒了，啊，然后接着又受了菩萨戒。所以呢，从此以后，我跟我的先生之间呢，就可以，展开很好的一种佛教的家庭，佛教的生活的方式啊。那因为他也愿意深入经藏去读很多的经典啊，然后我想啊，这样的生活才是我自己觉得最圆满的啊。所以呢，用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心得啊，那供养各位爱花的菩萨，那也希望您不是只有自己修行，不管如何要带着自己的家人啊，然后自己的先生、自己的父母亲啊，那一起修行学佛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记得郑板桥有一首诗呢，他说呢，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石砚，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自风声竹响，越仙越近。那郑板桥呢，他是一个非常爱竹的人。那我们从这个诗中也可以感受到，郑板桥也是一个很喜欢品茗的人，所以他留下很多跟竹有关的诗，那也留下了这一首很有意境的一个诗。那在这个诗中呢，他说一盏雨前茶，所以可见的可能是在春天的时候啊。然后呢，他说一方端石砚，他可能在画画啊。然后还有一张很好的宣州纸啊，有一张很好的纸。然后呢，他说呢，风声竹响啊，在这个时候家里周围的风啊，吹着竹子响。他说呢，朋友都来了啊，然后在屋子里面，感觉像好像很吵，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平静。那这一首诗中呢，其实他有很好的意境。那我们一边插花，那一边来聊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看借由要介绍郑板桥的这一首诗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下，就是说呢，我们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境跟创作的时候的感觉啊。那首先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花器啊。那这个花器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的瓷器啊。我们说呢，夏天适合插瓷器为主。但是呢，像这样薄薄的陶器也是可以运用的啊。那我们今天用这个陶呢来插竹子，就是借由郑板桥的这个诗的运用啊，来一起做一个搭配啊。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一支这样的一个唐竹啊。其实昨天呢，我在家里的门前呢捡了一支的竹啊。那一支的这样唐竹呢，就可以让我好好的享受这个插竹的这个意境跟情趣的感觉啊。那这支竹呢，我们知道唐竹呢啊，它是一节一节的，然后它很有秩序的生长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美化生活空间，大部分都会以唐竹为主啊，因为它的那个叶子有一点很对称规律的美啊，不会说太乱的感觉。好，那我要插一支这样的唐竹呢，我同样的也是一样，我试着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海芙蓉啊，把它卡进去，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好，怎么样来卡是最理想的。好，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好，这个角度好呢还是以这个角度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芙蓉呢，它有很多种的变化。好，我先把这个竹放下去啊。那这支竹呢，我有稍微的把它修整过了。好，那我们可以利用竹它很自然的一个感觉呢啊，跟海芙蓉两个之间呢跨在一起的感觉啊，给它做一点点的啊这样的一个搭配。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竹哈，它上去的感觉啊。那现在因为是盛夏了，所以呢这个竹子的叶子呢很茂密，而且很大片啊。很大片哈。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竹叶呢稍微的修剪一下下。好，因为我怕这个竹子的长度哈，因为我剪了一节一节的有一点点不够长，所以我待会儿可能给它做一点点固定或者是加长的部分。好，让它这种竹在插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到这个瓶底里面啊，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时候又会掉下来哈。好，那我们试试看呢啊，用一个枝梗，好，试试看一下哈。好，我们试一支枝梗把它加上去哈。比如说各位现在可以看到竹子刚好因为它有点中空哈，所以我用一个梗这样把它接上去啊。那这样子呢我再试一次，好，再把它放进去。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度似乎高了一些些哈。好，那我再把它剪短一点点。好，然后呢，好，把它放进去啊，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角度跟竹的飘逸的感觉啊，那彼此之间的一种协调的感觉啊。好，我们看看会不会太高了啊。好，那像这样的感觉呢啊，它是很好的。
好，那同时呢，我也把这个稍微的剪一下下啊，让它少一些些。好，我们把这个叶子呢啊，稍微再减少一点点啊，让它简简单单的就像那个郑板桥刚刚在诗中说的啊，他说几笔折枝花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们说呢，多多许不如少少许哈。好，那我们现在让这两段之间呢哈，好，让它这个叶子再少一点点。好，那我一边在剪竹叶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个竹子实在是太美了哈，它的整个叶形的感觉真的实在是很美哈，而且很有它的韵味。好，而且那个很翠绿的感觉。好，我把它稍微剪一下下。好，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只竹子啊，很简单的一杆竹竿上面飘的轻轻雅雅的淡淡的几片竹叶啊所形成的一种美感啊。好，那我们在这个作品的下段呢我们来加一点点的花材啊。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小叶的杜鹃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小叶杜鹃呢，非常的可爱，而且很灵巧哈，让人看了也很喜欢。好，那我们在它的下段呢，加一点点这样的小叶杜鹃。好，我们拉一点点后段，啊，那以海芙蓉来配合这样的插花呢，是最方便的，而且最适宜的哈，而且也很符合很多人的喜欢哈，因为它这样子插起来呢，自自然然的啊，那感觉也很随意、很写意的感觉哈。好，那我利用这个海芙蓉的空间呢，把它放一点点的杜鹃。好，那因为要保留这一根竹子它本身的这个叶子的美，那我把这个杜鹃呢稍微降低一点点哈，不要让这一片竹叶的美呢受到那个杜鹃的影响了哈。好，把侧面的地方再加一些些。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桃哈，它感觉上很淳朴啊，那很适合来插表现一种比较自然远去的一些花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一支台湾野百合啊。那其实野百合呢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是最多的，那现在已经到夏天比较尾声了哈。那台湾野百合也是非常的美啊，那它有时候我们在山林中行进，偶尔会跟野百合相遇，就会觉得内心非常的喜悦哈。那我今天呢用一支这个野百合来搭配今天的这个诗的意境哈，然后来插座哈。好，然后我把野百合呢插到看一下这个整个感觉跟比例啊，它似乎高了一点点哈，我再把它降低一些些。好，然后呢我们把它从这个海芙蓉的空隙中呢慢慢的把它放进去啊，其实不管是这个竹子呢或野百合呢，都会让人家好像很开心的，很觉得很喜悦的哈，然后行进在自然中的感觉。好，然后我让这个野百合呢它的角度呢稍微微微的有一点点向前的感觉，也比较直接的一个表现的感觉。再试一下这个位置啊，因为野百合呢，它的茎呢，有时候呢，它的那个也就是它的那个花苞的地方、花蕾的地方哈，就是它花朵的这个整个形态呢，它是蛮特别的哈，它几乎是一个各位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直角90度的感觉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的时候会觉得它不是很好插哈，那我们慢慢的把它调到我们觉得很理想的角度。好，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看一看这个野百合的这个角度。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朵野百合哈，那它非常娉婷的，那非常优雅的在整件作品中做一个表现啊。
好，那我们在下段的部分呢，我再加一点点的杜鹃啊，让它的那个枝角的地方稍微收一下下。所以我们常常说插花的时候，尤其是瓶花，我们说枝角要轻闭啊，但是轻闭就是很干净啊，有点干净，但是又有一点点宁静的感觉啊，也不要说感觉上太枝角太散了哈，那要有一点点干净的感觉，所以我把它枝角稍微的整理一下下，然后让杜鹃的花也稍微减少一点点。好，那在插完这个杜鹃之后呢，我也是加一点点黄色的这个小玫瑰哈。好，那我们加一点点黄色小玫瑰来做一个色彩的感觉。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只有一朵的这个百合在上段啊，那我们在下段的地方呢，给它增加一点点的颜色色彩啊，让它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小野花啊，在这个山林中的感觉啊。虽然现在杜鹃花没有开了，可是呢在大自然中还是会有很多很奇特的小野花正在盛开。那我们在刚刚一边欣赏郑板桥的这个诗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觉呢，其实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雅士呢，他们都是用艺术来养生的啊。那他们也会结合各种的艺术的运用啊，那藉由在画画中呢去感受到整个自然的景，那也藉由艺术欣赏中呢，那带来朋友然后感受到整个生活的一种情调跟情趣的感觉。好，那我们在插完这件作品之后呢，我们也来试试看怎么样把这个作品摆得很好哈，那感觉上不只是插一件花而已，一个花作而已因为我们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呢罗球就曾接诸了所谓的花酒席，也就是插完花之后呢要怎么样的去搭配。那当然呢，这个花酒席当时是赏赐给牡丹花的，可是这么好的一个观念呢，留给我们现代的人应用呢，我们就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美感的一个应用那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把它摆得更好。好，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今天我用了一个这样子的素色的一个琼麻丝来做我们今天的桌上的布置。好，然后呢放完这个把它摆好之后呢那我就加一个把这个花呢放在这个琼麻丝上面，那我们会感觉上这个麻有一种很自然然后很洁净的一个感觉其实这个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间的一种设计的感觉那因为今天的这个整件作品呢，它在感觉上呢是比较淳朴的所以这个琼麻丝我也选用的就是整个是比较素朴的颜色那在我们刚刚呢我们有剪下来像一只这样的一个竹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竹呢也稍微的做一个搭配那有时候竹叶会微掉那您可以把它用报纸包一包然后把它浸泡在水里，那这样子呢这个竹叶呢就可以保留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点那虽然它不能永远的保留，可是有时候我们应用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像郑板桥刚刚说的朋友来自，有朋友要来了，那我们在事先知道他比如说他几点要来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其实待客之道常常都是被我们现代的人所忽视比较不懂得怎么样去接待客人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提前就准备好，比如说先用报纸把它包一包放在水里泡一泡然后喷点水，那这样子的竹叶就会很漂亮。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在上面呢我可以再放两个杯子两个杯子好，比如说我把它放两个这样的一个杯盏跟这个竹叶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个也很美的一个人面竹的一个茶折那我也可以搭配在这个作品上面。好，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很正式的一个花座，然后再加上一个 桌面席面上的一个感觉啊，所以砧板桥是自己亲自画画的啊。那我记得我也读过一首诗啊，是啊现代诗人管管的诗啊，他谈到啊怎么样结合自然的美景啊来想象自己在创作啊画作的感觉啊。那我们接着待会儿再继续慢慢的来欣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介绍到近代诗人管管有一首诗啊，这首诗的名字叫花瓣窗。那管管在诗中写的呢，他说呢故意不关窗啊，让野樱的小女儿叫樱花的能够来到我的窗前写诗。他说我早早就在窗前为你铺上了一批的白绢呢啊，然后呢他就说让花瓣来写诗。然后呢我想想那个一定是在窗前有一个樱花树，然后管管铺上了一个白绢啊，然后他说花瓣就落下来很多很多很美的花瓣在那个白绢上。然后管管很开心的看着那个花瓣啊，掉了那么多在他的白绢上啊，他很开心。他说呢我赶快去煮茶给你那个花瓣小丫头吃，小丫头喝啊。所以我想诗人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意境啊，他把在窗前铺了一片的这个白绢，然后让花瓣掉在上面，这样的那个诗情画意的生活呢，或很闲适的生活呢啊，有时候也是我们现代人呢所缺乏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的台湾人已经可以过宋朝贵族的生活了啊，那我想台湾呢这些年来最吸引大陆的观光客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入很多的文化跟艺术跟人文的思想在里面啊。那我们什么叫人文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要有尊重别人，那能够尊重万物啊，就像师父的那个生命的理念一样，我们要懂得护身啊，那懂得放生啊，那懂得爱护所有的一切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也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白绢啊，这样的一个白色的一个琼麻丝呢，那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在画意的创作上，我们也可以把像这样的一个竹叶啊，那很随意拈来的啊，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啊。比如说我用了两个这样的一个竹叶啊，一个横的一个直的，那就像你在画竹一样的感觉一样哈。然后呢也是一样，我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啊，各位来画的菩萨可以看到这个花器也很特别哦啊。您看呢，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洞，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洞，其实这种灵感呢都是来自呢我们莲花的创作啊。那我在还没插花之前呢啊，我先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笔杆啊，这样的一个笔杆哈，然后呢再加上一支啊这样的笔啊，这样的笔啊，借由
郑板桥讲的啊，一张宣州纸啊，那几笔折枝花。那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画花哈，我们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这样的笔跟纸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要在画画一样啊，那这样的意境呢就感觉很好了。啊，那在这个作品上面呢，啊，当然，如果我愿意再加一点点这个茶盏，啊，茶盏，啊，那我们今天放一个杯就好了，啊，好，那我们看到一个最适合的角度，我们把它放到这里好了，好，有时候你可以先插花，但是有时候你可以把整个情境都布置得很好了以后，你再开始再来插花。那我们在这么美的这个意境中呢，我们只要插上一朵小小的花就可以了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手上的这一支玫瑰花啊，好，那我们让它很自然、很闲适的、很随意的哈，然后安置在这样的一个器上啊。那我把它的叶子稍微减少一点点啊，好，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感觉真的是美极了啊。好，我们把它这个叶子在玫瑰花的花叶再少一点点，好。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意境的感觉啊，然后来表现。那我们台湾呢，也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海岛国家，但是我们台湾产大量的茶叶啊，那茶的生活呢，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呢，陪伴着我们啊。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说茶有十里啊，那我们说呢，以茶散闷气。那以茶驱睡意啊，那以茶养生气啊，那以茶除病气，那以茶利理人啊，那以茶表敬意啊，那以茶藏滋味，那以茶养身体啊，那以茶可养心，那以茶可行道啊。所以在这个茶的十里中呢，我们可以发觉茶可以让我们养生保健啊，那也可以在中间学到很多很美的心意啊，然后也能够表现自己对别人的一种恭敬之意啊，然后呢也能够在茶叶茶道中呢看到茶的这个芬芳的美味，怎么样去供养大众，那也懂得自己掌握自己当下的因缘，好好的把这一生善用啊，然后去跟很多人结善缘啊。那台湾呢，很多的地方都是茶乡，所以这些年来，很多地方借由这个生活空间美学，能够跟茶艺来推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平常呢，除了把自己这个对于艺术的一个小小的美的一个经验供养大众以外呢，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会的这一些小小的才艺呢，能够带到很多的地方去推动我们台湾地方的观光产业，那可以让我们台湾的那个地方观光能够更加的提升，那产业也能够提升啊。那我们那些很辛苦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茶农啊，他们所种出来的这个结合天地霞蕙之气的啊，结合天地日月精华的茶，也能够让他们能够供养大众，那让这些茶农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那结合他们的生活品味啊，那大家都能够很愉快地活在福尔摩沙这一片土地上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